位 BB 食盐多过你食米，大专校花校草应该是咁的。校花点够我靓啊？下位 BB 轻抚你的脸，出发一啖 Q 铁，一啖锁匙。你就系李大金秀贤啊？咁你扮下东美尼做俾我睇下。校尉 BB， 蔡木哥，点解你咁靓仔？你都好靓女，系咪？差得咁贵啊？好靓仔。有冇啲你以前啲后生时候啲男朋友咁靓仔？有啊。Rocky， 系。你都几结实噶喎，平时喺边做gym噶？啊，平时喺学校做gym多啲。系，咁你俾俾我睇下。玩啊！唔错，好靓仔又大只，肌肉好结实。高音啲。边一样嘢令到我系继续好活泼、好青春呢？钙质会流失得比较快，所以咧每一日都有需要不断咁补充钙。我建议你咧每日咧唔应该食太多嘅肉，我应该食多啲啊，譬如麦片啊，食多啲菜啊，食多啲生果咯。同埋如果想皮肤靓啲咧，就食多啲维他命 E 啊，因为维他命 E 咧就有美白嘅功能。咁经过佢讲，呢系啱嘅。啊，年纪大咗，不知系疏松嘅咧，咁佢话要食翻啲即补充嘅嘢系啱嘅。Face 第五届 U Star 大专校花校草大选，最期待嘅二十强画面已经出现了。全民公投 U Star 二十进十，即上 U Star 网站，你有权投。